忍气吞声，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呀。我需要钱，在我没有找到更好收入的工作之前，能忍则忍，这叫识时务者，选择性忍耐。哇，这是你给你自己做的？嗯。嚯，一个大男人。 活得比女人还精致哦！活得像你这么写意的女人也不多呀。嗯，好吃。但你夸我了啊。为什么那么需要钱呀？为了给我和我妹租一房子，又不想过太寒酸。 你现在生活的长线上委屈自己，不如忍一时的人情冷暖。而且，丽丽周现在这个情绪吧，我也是能理解的。你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非要把自己装成一副怼天怼地的样子。这就善良了，你要求也不高啊。分人。预算多少？什么？房租啊？嗯。 5000吧，最多8000。你们这个干什么？把我那房子租给你吧，月租5000。你那房子随随便便都能租10000多，在我这儿保持着呢。再说了，租给我你住哪儿？你还有别的房吗？我住奶奶那儿，反正她不是走回来。那你为什么？ 这么便宜租给我？想追你？那不应该再大方点免费吗？那多瞧不起你！也是哦。你要不敢租，那就算了，不勉强。成交，5000啊！你大男人说话算话，我今天晚上就搬过去。 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不是带你来见我父母的。啊，那一会儿见呢，是不是你亲爸亲妈？是。那不就一个意思吗？但我就是带你看看，不是说走什么形式啊，还有什么流程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知道知道，知道你害羞，不好意思承认。哎，慢镜头。没有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呀？没。不是你删了，你别发朋友圈。 你走慢点吧。没事吧？这桥就是这样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慢点走。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 小心啊，特别滑这儿。行。你家
怎么样，这回死心了吧？你们家，也太有意思了吧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爸妈都是独生子女，我也是独生子女，我从小就羡慕别人家可以走亲戚。你看这大家子热闹，多有意思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人跟我们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客观，你看这边的，是卖保健品的，是常年依附在我爸妈身上的吸血鬼啊。再看看这边的，他们都。 都是来要债的，每天啊在这蹭吃蹭喝，回来个比我还勤，天天盯着我。哟，小旭回来了。妈，你姐姐呢？小旭回来了。我去哪儿教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些人都是我妈认的亲戚，我都不认识。妈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打声招呼？啊！哎，老段，快出来！儿子回来了，快！好，来了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戴西西，是段旭的同事，今天跟他一起回来看看你们。对，好好好。哦，这是给您带的礼物，清肺杯灵耳汤，挺有营养的，冲泡也方便。好，好，好。这姑娘看着就招人喜欢。哎，快，快进屋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你快请吃吧，咱这点钱你看。来来来，哦，来，菜齐了，好，吃，妈。来。 快坐，快坐，坐下。谢谢妈。哎，妈，您这口福也喝了再吃饭。这两天天凉，潮得很。您这膝盖不好啊，多喝两只。哎，我这闺女呀，亲闺女还亲，可疼我了。来，尝尝阿姨的手艺。啊，谢谢阿姨。阿姨，您手艺真好，做了好多菜，好丰盛啊。 好吃，好吃啊！喜欢吃啊，就常来。阿姨做给你吃。常回来干嘛？给你们还债。我也不想欠钱了，可是，你看，这些孩子，他们从农村到大城市里来，多不容易啊。那我就容易了。你能不能在关心别人之前？ 先关心关心你儿子我呀！哎，你比他们挣钱容易多了啊！整天在那个高档写字楼里风不吹日不晒的，你啊什么呀？叔叔，其实段旭真的很辛苦的，别看在办公室里坐着，要管很多项目，很多人，压力也挺大的，还要熬夜加班。哎，你不用跟他们说，说了他也听不懂。嗯，对，我们是不懂，可是我们就懂啊，他们可比你关心我们多了。 儿子从来不着家，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你不会少说两句啊？什么叫天天不着家呀？我不得在外面挣钱还债吗？那我天天待在家里，你们等着喝西北风呢？先吃饭吧，做了好多菜啊，阿姨。哎，阿姨吃菜啊。哎，来，儿子吃，姐姐也吃。好好好，哎，叔叔吃饭。好好好，来。
你刚才都没有好好吃饭，饿不饿？要不要吃巧克力？啊，不想吃。吃吧，还要开很久的车才能到呢，路上再低血糖也不安全。吃吧，张嘴啊啊！耶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很甜？嘴上很甜，心里也很甜，是不是觉得心情很愉悦？没有。哎呀，叔叔阿姨没有你形容的那么不可救药，我觉得他们挺可爱啊，多朴实啊，对所有人都那么好。对对对，就是对我不好。你怎么还吃醋啊？像小孩一样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寂寞而已，是需要人陪伴。那别人家父母寂寞了，可以去跳广场舞，可以下棋，可以出去旅游。那我父母一寂寞呢，就几十万几十万的欠债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而且他们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欠债总比得病有灾强吧，是不是？而且欠债了总有个数啊，只要我们好好挣钱呢，那债是一定可以还上。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乐观，今天这阵势都没把你吓到。我有什么可吓的？我刚刚一进院子，哇，看见满院子的老老少少，我觉得无比和谐，其乐融融，好热闹。要是我们家每天也这样，我还不像过年似的。而且啊，都是人，我有什么可被吓到的？我觉得你呢，有时间应该多回来给他们洗洗菜呀，做做饭啊，做做家务啊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回来哟。不是，但依稀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想问题就这么简单呢？你看啊，他们现在的债够我还一阵子了，对吧？那我这一阵子我是不是得拼命的在外头努力工作，努力挣钱还债啊？那一这样的话，他们是不是又寂寞了？那又寂寞了，他们是不是又欠债了？而且，连你都说我爸我妈非常善良，那能经得住那些卖保健品的天天叫爹叫妈这么叫着吗？那要是这样，那要不然我先借给你钱把债还了，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，然后呢，我就给叔叔阿姨多报几个团，让他们国内国外到处去旅游，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不在保健品上了。你可别！我跟你说，我欠下最大的一笔债，就是他们在国外旅游的时候欠下的，而且我还得还美元。戴西西，我今天我让你来啊，我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不是让你迎难而上。对吧？你也看了我们这家庭就这条件，是吧？我哪有时间去恋爱啊？我怎么才能结婚啊？我不能。我现在我每天我就还债，我已经够烦的了。我真的没有心思和时间去伺候你这大小姐了。哎呀，不用你伺候嘛。你说这么多是不是很累？是不是又饿了？要不要再吃一口？啊，吃一口吧，多好吃呀！张嘴吧。我说的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？听进去啊，都记在心里了。快吃吧。我找家搬家公司，你干嘛非得搬家呀？不就那点事儿，有什么说不清的？你们俩大人不至于闹成这种地步吧？就因为是两个大人，有些事儿才说不清楚。快点，要去你去，我跟乔姐没闹矛盾，我想住在这。再说了，乔姐不是没撵咱们吗？是你那自尊心受不了，非得逞强。还有白象文家实在是太远了，我上课得穿大半个上海，我也不想去你男人家给你们当电灯泡。我拜托你，温小阳，就挺我这一回行吗？你看你姐和乔小姐比我有什么呀？如果逞强能逞出来点尊严，你能帮我把她从地上捡起来吗？
痛了，我收拾东西去吧。哎，师傅，对，我是在五八同城上找的您。哦，我想预约一下搬家。二姐，物管说必须得业主打电话才能放行。来的时候不是也没事儿吗？说是进来可以，但是要搬东西出去的话，还是得业主同意。哎，那边干嘛呀？很明显呀，搞独立运动，搬出去住。哎呀，温如雪，别这样。上次的事情是我搞了个乌龙，不是误会都解释清楚了吗？干嘛还搬走啊？反正事情是我引起的，我负责给你俩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？你这搬出去还得搬回来，你不嫌麻烦啊？搬家是麻烦，这么麻烦的事儿都做了，就说明不会麻烦的搬回来。乔乔知道你要搬走吗？他都不回家，不就是等着我搬走吗？我跟你说，不是，他就是一工作狂，加班呢。你信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跟他说你要搬走。正好，你跟他说麻烦他给物管打个电话啊。喂。喂，丁慧强，你快回来吧！顾如雪跟小夭搬走。是业主，给他们放行吧。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吧，不太合适啊。但是，我一会儿把你送到了，还是想回宿舍去住。不行。你放心吧，我真的只能住宿舍了，因为齐月现在住在杜家母家。谁？齐月。Thank you.
应该都齐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就不能让搬家公司的人帮个忙？钱我都付完了。我讨厌陌生人到我们家来。少来！我上次给你送苏荣的时候，你不就让我进来了吗？房东大人，我切换一下和您相处的模式。赶紧收拾吧，回头把这些箱子都弄出去。那个，我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你为什么把这个房子这么便宜就租给我？缺钱，我还不起房贷，需要有人帮我分担一下，押一付一，把钱转到我微信上。你这么现实，我就安心了。我做好了通心粉，在冰箱里头。如果你饿了的话呢，就用微波炉加热一下。这是主厨家的租客福利。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主要是你说的顺口就行。你不着急走的话，在旁边等我一下好吗？这期的稿子我有点不太确定，万一待会儿录着效果不好，你在的话也好及时调整。OK， 没问题。导演人呢？又躲哪儿去了？赶紧找啊！丽丽姐，今天还没人见过导演。导演好像还没来。什么？没来？翅膀硬了是吗？让我在这干等他。刘哥好。来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沈括担任莉莉秀的导演。沈导有非常多成功的作品，相信大家都看过吧。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很高兴今后跟大家一起合作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节目的导演。我之前的作品大家没看过的没有关系，不用紧张到连话都不敢讲。好了，咱们赶紧拍吧，早拍完早回家，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一会儿再说。我的事都是跟工作有关的事。我刚进来的时候听你在着急找导演，这不导演来了吗？开工吧。哼，看台本了吗？上来就拍。我们这可不是你那随随便便的什么节目。随随便便的什么节目？你随随便便主持一个给我看看。你们干嘛呢？让我等你们吗？动起来啊！在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指挥我，我不动，他们再怎么动有什么用啊？不管是什么样的节目，导演指挥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没问题，包括你这个主持人。没有我这个主持人，就没有这个节目，是吗？你就任由着他在这撒野。沈导是公司好不容易请来的，你不是一直想换导演吗？你别老拿公司来压我。
能提前跟我说一声，这一点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吗？哎，沈导，嗯，别生气啊。我没生气，哄主持人不是我分内的工作，你自己处理。温如雪，这儿呢？这稿子你写的吧？对啊。你跟我来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你想干嘛？我问你什么意思？你初来乍到的，说话挺不客气啊。我更不客气的说，你还没见过，而且成天也叫我来，就是不想惯他们的毛病。成天也叫你来的？制作人找导演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找我干什么呢？改稿。这一段不要了，还有这一段也不要，这不找骂了吗？这句啊，往前放，尤其是这段最重要，就拽词儿，聊点干货，明白吗？啊，那得跟莉莉周商量一下吧，得她同意啊。不同意也得同意，这事儿你跟她商量去。我？对呀，你不是她撰稿人吗？而且你不觉得我改完之后比之前写的好多了吗？要是我给你看看我最初的原稿，你估计没有那么仔细。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啊？做事不能顺水推舟，有的时候要对自己人生负责啊，小姐姐。你才小。哎，注意你的言辞，小心我告你职场性骚扰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如果你在家的话，也会这么精致的摆盘吗？这是对食物的尊重。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么自恋呢？我在看我的摆盘拍出来好不好看。就算你是房东，你也不能说来就来吧，你这样让我这样一个单身女子非常没有安全感。我给你发过微信的，楠楠家里来了客人，恐怕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儿。还带这样的？你房子租给我的时候没有说有偶尔同居这个附加条件哦。我按天退给你钱。这是钱的问题吗？是人身安全的问题。只要你控制住自己，我们两个都安全。你在找什么？饿死了，吃你包泡面。我们家怎么可能会有那种玩意儿？去休息吧。口水擦一擦，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话就直说。小看谁呢？我温如雪这些年战绩辉煌，但是我从来不在任何一个男人家里过夜，更不可能跟谁同居。所以呢，这就充分的证明了，我能搬到你这儿来呢，是完全把你当成了一个哥们，早就掐灭了男女关系的小火苗。是这个意思。冒昧的问你一句，你和丁慧乔，你如果想继续这个话题，或者是要当和事佬的话，就可以先不说了。越和你相处啊，越觉得你跟个孩子似的，就知道跟身边的人横，一旦出了你的那个安全范围，你都没有耐心去负责。我当然想负责，人家也得需要啊。
那就是你负责的方式不对。哎，要不然你拿我试试手。滚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。消息也没有，再来一杯。女士，你已经喝得很多了，要不我帮您叫辆滴滴送您回去吧。叫滴滴？我干嘛需要你帮我叫滴滴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看起来特别孤单，特别可怜，没有人管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你喝多了难受。难受？我才不难受呢！我下一个电话就立刻有人来管我。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。忙些啊，居然没我这个人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没关系，我再换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随传随到。线图，那不然呢？你好，不是，走了，回家。跟你说吧，他这个人一定随传随到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了，要我帮你吗？没喝完呢，我要喝。干嘛呢你？这回送你回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跟我回家住吧。反正我家现在有的是空房间，而且你不用付我房租，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这样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随时都会在。我就不用还要打电话给你，你也不会半夜跟其他女生去蹦迪。不用了，
次都能把嘴喝这么多。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刚跟温森分手的时候，我因为酗酒差一点没死在大街上，还好是因为黛西西救了我，不然你就接不到我了。这次为什么喝？当然是因为想喝，我该喝。我今天能喝的理由简直是太多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做众叛亲离吗？你看看我，我现在就是这个成语的最佳代言。没事吧？不要再吐我一次了。我能忍，我特别能忍。温森跟温如雪，他们两个在三亚共度春宵的时候，我都能忍了，我都忍下来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上车。上车。给你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下来接你吧。你不要回去了，今晚我需要你。你跟温森喝成这样，却说需要我。就宣布由你来当我的男朋友，丁慧乔。你爱惜点自己吧，我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人，我也不是你的玩具，也不是用来你逃避问题的树洞。如果你以后只是在喝醉之后才想见我的话，那么今天就是最后一次。送你上去，走。